實呢三款蛋咧都係嚟自日本可以生食嘅雞蛋啦。呢、這個就係近期最 hit 嘅南王蛋，而呢個就係嚟自兵庫縣嘅山吹卵，呢、這個就係嚟自大分縣嘅環固之卵。蛋咧其實都係日本國內嘅品牌啦，咁都屬於一啲精品蛋嚟嘅，有別於坊間一啲工廠形式大量生產嘅雞蛋，所以咧佢哋就唔會因為個需求多而就谷大個生產量嘅，亦都會著重翻於佢嘅品質去生產。就非常之犀利嘅，佢个蛋黄咧系可以用手去拎起咧都唔会穿啦，咁而佢个蛋白咧就系有一种珍珠透明感嘅颜色嘅。喺日本方面啦，佢嘅生产商咧其实有40年养鸡同埋生产鸡蛋嘅经验噶啦，佢亦都系咧日本国内唯一一个咧系会用人类食用嘅粟米去喂饲嘅。其實是主要在日本國內內銷的，所以我們每個星期翻貨都是翻到大概500盒左右的。它在日本當地就很多居酒屋啦，很多料理店其實都是指定用這個環固之卵的。它的字料就是拎了一個農林水產省認可啦，所以它出來的蛋黃其實都是很非常橙黃色的。就是近期最 hit 的南王蛋，它就是来自日本大分縣的，它的体积就略略偏大一点，而它也有一个深橙红色的蛋黄的。为什么它会有这个这么深橙红色的蛋黄呢？就是因为它的饲料是吃了一些蟹壳素和一些红萝卜的，所以就会令到它的蛋黄颜色是这么深，绝对放心去食用，因为不是一些色素或者是一些人工加工东西下去的。